主料肉丸250克，辅料油盐生菜300克，猪肉200克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肉丸洗净，生菜洗净，猪肉洗净切片。先煮一锅开水，加入肉丸煮至变大，加入生菜和猪肉，煮开，加盐调味即可，蒸出食用。烹饪技巧，肉丸要先煮至变大才会好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